好了，尽管不要动，我给你打理一下啊，打理的漂漂亮亮的，好不好？看啥呀？啊？不要动，金棍也很帅哈，我看帅不帅？不要动，金棍儿，金棍儿，我看帅不帅？金棍儿，这毛孩那性格呢不稳定，哎嘿，特别可爱。金棍儿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五，老五特别感谢所有的好心人在背后默默的支持老五，关心我们家所有的毛孩子。老五在这里呢，再一次说一声感谢。老五身边这一只就是我们家的金棍儿。因为到明天，老五要带金棍去医院做绝育，今天老五就提前给我们家金棍了来洗个澡。说起这一只金棍呢，老五相信家人呢对它都不陌生。老五也是经常在视频里面提起这个金棍儿。这个金棍儿是这样子的，它在生活当中啊，它对我们人呢特别好。有时候一看见老五上蹿下跳的，老五一叫啊，很快就过来了。但是它有个缺点，就是说它在和别的猫孩在一起玩的时候呢，特别调皮，喜欢打架。它不是一般的打，打得很厉害。就是说，我们假如说看不到的话，后果很严重。在上一段时间，也就是1个月之前，老五都有计划带我们家金棍呢去医院做绝育。因为现在我们家就说几十个猫孩子开销比较大，老五的条件呢确实有限，就是说一直拖，一直拖，拖到现在。但是话又说过来呢，这个金棍呢也挺可怜，因为毕竟猫还是不会说话。就是说，我们有时候人不在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啊要把它关起来，关在笼子里。但是我们看见把它关在笼子里的时候啊，特别心疼它。但是话又说过来，我们不关也不行，我们不关它怕它伤到别的猫孩。所以说老五感觉金棍呢也特别可怜。不管怎么困难，到明天呢，老五一定带这个金棍呢去医院做绝育。金棍儿，到明天做绝育喽，紧不紧张啊？不害怕啊？这只猫孩呢，刚才老五讲了。它打架是打架，但是它对我们人呐特别忠诚，特别好，比较乖。你看，你看，像小孩一样，特别好的一只猫孩。我希望你做完绝育有所改变哈，和别的猫孩那几只大金毛，还有跟你长得一样的那一只多多，在一起玩好不好？这样你都握手的，知道吧？啊，是不是？因为这只金棍呢，到明天要做绝育，今天下午啊，老五叫它和别的猫孩在一起呢，老五看过。让我们家金棍儿啊开开心，让它好好的玩玩，好不好？金棍儿啊，跟我一起走到那边去，好不好？和别的猫在一起玩啊。好了，金棍儿和你的小伙伴在一起，开开心心的再玩一天啊。到明天就不行了，明天一动完手术你就不方便了，还要过几天，是不是？金棍儿害怕不害怕？金棍儿啊，明天给你绝育啊，给你也绝育吧，元宝，啊，行不行？大黄已经绝育过了，来福还没绝育，虎子别学坏啊！多多也绝育过喽，多多的年龄大一点。给你也绝育吧，圆圆，好不好？啊，圆圆，圆圆现在吃肥一点喽。干嘛呢，豆包啊，包包干嘛呢？贝贝，你看包包干嘛呢？小白，看啥呢？小白，雪儿，瞅瞅，都饿了吗？啊，吃饭点还不到啊，不到吃饭点了，不能打架。草莓，答案，小白往这边看，小白。哎，老五把这一只小奶狗也抱回来了，让它玩一下。哎，看不见喽。
这只小奶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，老五养的挺好，但是老五也给它驱虫了，你看好像这长得不是很快哈，吃挺肥。哎哎，大老鼠像大老鼠，咦咦，它特别开心哈，玩的特别好。嘘嘘，咬倒是不咬，这些狗狗都不咬它。哎呦，跑这儿来了，跑挺快。长还是长了一点，但是长得不是不怎么明显。嘿嘿，草莓也稀罕那小奶狗。虫虫，虫虫不要咬它啊！虫虫啊，虫虫不要咬它啊！虫虫也稀罕。虫虫给你照顾吧，虫虫好不好？交给你，给你照顾。哎，他就找这个小奶狗。哎，哎，跑挺快。